子啊，在对方面前大便，他朋友都可以共用牙刷。他等他喝水前，我会把口水吐在里面，然后再给他喝，交不到男朋友。情侣之间的亲密行为可以到什么程度呢？在对方大便的时候刷牙，或是吃他吃过的口香糖，你能接受吗？我们今天就要上街问问看路人们的想法，走吧。有没有听过一些情侣之间有一些互动比较亲密啊？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办法接受，吧走对方那样。我想到一个，就是他手牵我的脚，对，因为这样握，然后抓出来。我都会叫他吃我牙套的塞子。我们会就是在对方面前。是什么？是他会闻到你的指甲，就是男朋友跨在这边的时候，他就会这样一直闻。他朋友都可以共用牙刷，就是这样恶心。对方面前挖鼻孔或放屁，如果要放屁，我都会跑到远处，跑到远处，每次跟战争一样。他有在你面前这样过吗？没有吧。八个月你们不放屁的吗？正常放，放屁可以，挖鼻孔不行，放屁算一种小情趣啊。想放一下，在面前闹一下。然后你们会闻对方的屁吗？不会特别去闻，但如果他真的在面前放的话，就意思意思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做自己，对啊，就做自己。对，但是会先说。屁可以挖，屁我不行。说我要去上厕所，然后就是厕所挖。我觉得要看交往多久。那你觉得大概多久你会愿意？我单身很久，没什么感觉。天天的恋爱，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？女友没洗头就让男友闻。会啊，我会干这种事，我虐待别人，会强迫他。如果他喜欢闻就闻。不，还好，还好。我觉得女生怎样都不会到很臭，就是永远都有点香香的。哇，这家伙就是便便。是永远都有点香香的。可以握着或摸着对方的私密处睡觉吗？一开始睡觉的时候可能有摸着。你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笑得这么，你笑得这么爽，是什么臭味？握着可以，握着感觉有点怪。握。稍微搭在那边 OK， 就是没必要握，还要用力这样子。睡会睡，还睡不着。不舒服的感觉，这样睡得着吗？还睡不着。不会，不会。你会，我找到了，可以接受做这种事情。小情趣啊，没有，我现在连手都没握过。好啦好啦，我帮你们问一下。不要，你们是好朋友是不是？算是。以后别做朋友，朋友不能牵手。可以帮对方挤痘痘吗？他会帮我挤。不会，你们都不会。刺激耶，那很嗨耶。啊，那看喷出来就很爽的。Nice。我帮我弟挤过痘痘，所以感觉应该是可以想象的。看着对方上厕所，很长哎，他就很喜欢在我洗澡的时候这样大便。可以看别人，但他不能看我。哦，是猫吗？不是，太老夫老妻了吧？对啊，应该生活十年才会一起做这种事。一开始我可能会有点不自在。哦，一开始。那还没有试一下。笑，哎呀。吃对方嘴边的食物，或是手指残留的饼干屑屑，我没有会啊，好恶心啊！对啊，你会把它舔掉吗？你都会吃？不要，爱的表现。爆红。啊，你真好吃。嗯，应该会丢掉。就不会吃，就不会吃了。我可以吃。你是敢吃的，也是敢吃。我偏不会做这种事。听起来很浪漫，很韩剧。对，是韩剧，就可能这样子啊，然后就这样吃掉。我觉得好奇怪。对，很浪漫哎，他直接这样。哎，对。就是这个行为本身蛮反感，但是对方硬要的话，我是可以接受。可以跟对方分享大便的事情。应该讲第一句话，他就会说够了。我会一直问他，我会说你今天打得怎么样？为什么？情况还好吗？我会啊，我会拍照，我说你在吃饭吗？他说对，我说那给你看这个。好恶心啊！对方如果在你吃饭传给你，你也可以哦。对啊，直接拍啊。对啊，我会啊，因为我便秘啊，所以我都会跟他说什么，然后大姨丽丽。羊便秘便会讲？哎，我会，会有大小啊，然后比出来啊，然后。一起洗澡的时候直接尿尿，不行都不行，会啊。世界上有两种人，洗澡会尿尿的人和说谎的人。我跟我前男友的时候我有做过，但我跟他说我要尿尿。我会，你知道很多都会。我会，啊你会，你有这样过？我有啊。对方牙刷，行啊，超恶心。
的。我觉得先挤个牙膏就不会想那么多吧。完全不行，完全不行。这，那我不想对方用到你的，我而且有可能会直接换掉。你们坏哦！我住他家，我没有带牙刷，他说你可以用我。依照我专业判断，这个不行。你是牙医？学生其实没有不行，但就是它上面会残留一些食物残渣或是细菌，所以不太好。可是你自己刷也都用到那个残渣跟细菌啊。方式。吃对方的口香糖，不行。他嚼一嚼给你这样子，不行。都不能。Nope。可以啦，可以接受。可以接受，我喜欢虐待别人的那种事。你真的喜欢虐待别人？我强迫他，我说你给我吃哦。他叫他喝水前，我会把口水吐在里面，然后再给他喝。那我交不到男朋友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我会干这种事，我会虐待别人，我会强迫他，我会喷出来就很爽，对，我会会有大小啊，然后比出来啊，然后我会。你知道精血糕吗？之前有人拿自己的月经做精血糕给男友吃。天哪，我无法。如果你女友对你做这种事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吃下去了，你会？